和生命电视台，让最慈悲的开示，让大智慧的法语，让具教化的节目沉浸孩子的深口意，令孩子的成长之路有佛有菩萨有善知识，常相左右，处处关照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愿世间快乐多过于悲伤，愿世间温暖多过于孤单，愿世间光明多过于黑暗，愿世间和平多过于征战，愿世间感恩替代了责难，愿世间谦逊多过于骄慢，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，愿世间良善多过于邪，愿天空保佑最初的蔚蓝，愿心量如海被点点拓宽，愿生命随缘聚散，随遇而安，万物都回归。翻到二十六页，各位手上有一本《一家罗叶问菩萨行》，过去我们讲解过，当然各位最好能够经常读，因为从在家讲到出家，从出家讲到菩萨怎么去做。那现在我们要读的是第一戒品，那在家居士基本上要守五戒，那当然前面更重要皈依品，从一个世间的皈依，包括到菩萨的皈依，乃至如何发大心，叫上士啊，下中上的上，上就是菩萨的意思了。然后今天要跟各位读诵的是戒品跟布施品，因为大部分我们在家菩萨佛陀说持戒可以升天，布施得福报，但是我们要用菩提心来持戒，用菩提心慈悲心来布施。但我也建议各位一定要多看经典，如果你不看经典，你不知道我们学佛的目的在哪里。学佛就是要发起跟佛一样的心，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在行为上深信因果。所以在观无量说经才会跟我们说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那以这样的了解去利益众生，叫菩提萨多劝进行者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人有人的思想，但是我们既然学佛了，
那就用佛的思想来做事情，来超越世间的相对等等。那各位要习惯讲佛法给自己听，那叫禅修；讲佛法给众生听，那叫慈悲。我们叫自利利他，所以也是说以法做自己的老师，也以法布施给别人。因为释迦牟尼佛留下来这个真理，可以让法界众生离苦得乐。那我们佛弟子不分在家出家，特别各位有子孙，你作为一个父母，没办法把佛法留给你的下一代，那就白做父母了。你作为一个子女，除了给父母吃喝安享天年，这是世间的福报，你没办法把佛法给父母，让他相信因果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将来成佛，你没有尽到真正的孝道。那当然佛陀这么说，他就希望我们不管对任何众生，你养一只狗陪你一辈子到他死，居然他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，种下一点未来做人修行的善根，那你只能把他当一个宠物，那变成你欠他债了。所以佛陀希望我们利用人间的一切因缘媒介，不管你做什么，目的呢，借假修真，利用这个暂时的因缘，种下一个就近的因缘给对方。死亡是必然的，但是我们在死亡的过程却把佛法留在这个世间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那释迦牟尼佛肉体跟我们一样视线死亡，但是却把真理佛法传留在这个世间，我们就按照这个真理终于来受八关斋戒，来皈依持戒布施，来愿意修菩提心等等。所以叫法为三世佛母，因为如此，所以如何时时刻刻思维佛法，实践佛法，你在平常待人接物做生意生老病死，把这个转为佛法的应用跟超越。那首先你佛法的思想要建立好，我这个思想不要有啊，我想我不想我感觉，你要凭着感觉你就谈恋爱去了，你碰到你过去的爱人，你会包括出家人都会还俗的，因为你凭着感觉，很多女人都凭着感觉，我就很爱他，我就很喜欢他，那这下你惨了，你这辈子要碰多少老公啊，好吧。所以这个都是这个感觉要转为佛法，这个因缘目的是为了佛法。我想就像各位坐在这边，那各位一定我跟各位有缘，那你要去查吗？查不完，都有缘。但是现在最主要的是最圆满的缘，法缘佛法。好在过去你是我爸爸，过去你是我妹妹，过去你是我儿子，太好了，赶快来学佛，利用这个缘来学佛。所以我想我们经常布施钱给穷人，就是要想要跟他结个法缘，布施生命放生要跟他结个法缘，布施甘露跟恶鬼道要跟他结个法缘，最好的法缘希望他脱离善恶道往生极乐世界。所以甚至念心经给他种一个法缘。所以各位要把就近的目的抓到法佛法，但不要停留在世间啊。所以曾经有个信徒问我说，海涛法师，你能不能去帮我问一下，我说过去是跟你什么关系？我说你一定是我阿嬷，不用问了，阿嬷好好学佛吧，别戏言呢啊。他就喜欢想说，你问一问嘛，过不去搞不好我是你太太，我太太可多了啊。人是自己的想法想要去追求那个点而已啊，我就满足一下吗？我过去做过海涛法师的太太呢，我说我还做过你孙女了，因为在无量世的轮回，什么角色我们都扮演过了。所以
你没有一个不是，我跟各位保证，没有一个众生没做过你的父母，这样你就讲佛讲了，佛是真实语的，你不要去执着那些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唯有一个报恩佛法给他，让他成佛，让他解脱，这是唯一的。那有些人没办法啦，只能说攀攀缘呢，故意问一问呢，目的是希望他跟佛法结缘嘛，就像我跟我妈妈一样，哎呀，因为他儿子出家嘛，所以那他就听听佛法嘛，对不对？就没有其他的理由。这是我知道，我跟我父母之间唯一要结的就是一个法缘，最后让他去净土，这样就好了，没有别的事情好干。这唯一的我抓得很紧，所以就算他这辈子不行，这兄弟姐妹啊，至少种一个善根，这样就好了。不管他将来在哪里轮回，透过这个善根就让他学佛。所以我希望各位也多推广经典啊，读诵推广，大家共修啊，你家里带五个人，大家来诵地藏经啊，十个人念阿弥陀经啊，这个喜欢念药师经啊，都可以。这边人喜欢特别念华严经啊，可以，因为把思想融入在经典里面，把经典成为我们的思想的指挥，告诉我们怎么做。佛陀要我们叫法依止，一定要依止这个法啊。那生命本来就痛苦了，但是法是清净的，你能够把心定在法上，你就可以超越这个相对的，达到一个绝对的。好，所以我想在读经典，各位你就当作它是一种生命的戒律，以及生命的愿力，当愿众生都这么做。所以佛陀把真理，那后面的这些菩萨变成一种经典。所以如何啊，让这些所有人都可以了解佛法，了解经典啊，不然的话他会认为钓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，有空拿猎枪去打野鸭子也是正常的，所以那他就可怜了。三乘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来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翻到26页，戒品第二。好，戒品第二，复次，长者居家菩萨当守五戒。一者，不要杀生，手不得持刀杖瓦石，有所及害，不饶他人等心于一切，常有慈心行。二者，不要犯与不逾取，自于财物知足，不贪他人财，远离余产无暇之事，自知止足，不着他有草叶毛米，不犯不逾取。三者，不要邪淫，自于七事觉知止足，不犯外色，不当淫淫，既习淫直，至为甚苦。当护于自，当作事官，自于七起想便查误路，常惧欲成，不当私心习着于欲，用事令人进地狱道，余生其想，不为其雅，亦不为安，当令立愿，今我后不习淫欲，何况念欲，与共何会。四者，不要妄语，所言至诚，所说审谛，所行如语，不两舌，不增减，无失说，当行决意，如所闻见说，护于法，宁失生命，终不妄语。五者，不饮酒，不药酒，不尝酒，
当安地性，无足报，无余不定，心意当强，当安详念，施诸所有，调御无益者，若施与人久，当作是念，是为布施度无极时也。随人所欲，不断其教，愿令我所作所施久，受者令智慧，意志住施不乱，所以者何？菩萨为具足一切布施度无极。佛言：长者，居家菩萨如是施与人久，于法无有罪也。居家菩萨持是所戒功德，愿为无上正真之道，当善护是五戒，为上精进。若有斗辩，解令和合，不当刚强语，当吉祥，所言具足而不两舌，所说如意，不为非法，所余折善，不失此心，所言如语而不可动，断诸情苦，无伤害意，以忍辱之力，甚深那僧涅兹楷，当为正见，远离邪见，所施与无所事莫。好，真理。所以各位多这样读诵，你会提升开发思想，所以法喜充满。持戒是为了成佛，而且还要守了四种口业，一切都是为了生那生劫，就是菩提愿、无上愿，所以为了成就佛道等等。再来，我们要读一下布施品啊。布施品比较长，44页。当然，我期望各位读经典不是读过去就算了，就是你可以读一遍，那叫消文嘛。再来就是一段一段的，慢慢的去思维。你要思维到行为跟心都与它相应，就这一段你可以跳过去啊。如果你觉得你根本做不到，也不想做，那你要去问为什么啊？因为说我跟法不相应，为什么我的法不能融入我的心成为？那佛陀如果讲这个法，我不需要去做，那干嘛这个叫经典呢？啊，佛陀教我为什么要慈悲？我为什么不能生气？他对我不好啊，他欺负我啊，我为什么不能生气？我为什么讲话不能骂他？啊，明明他错啊，那你要去思维，去讨论。那不然的话，那你要是认同了，如理思维，认同了，法随法行，啊。所以你按照佛法这样的道理去思维，你觉得正确，那你就要按照这样去做。安忍就要安忍，你管你脾气再不好，所以脾气不好的人是没读过经典的人，他只有嘴巴读，他不是用心读，那不像鹦哥一样吧？鹦鹉，这个法是要你读了叫用的，但是不喜欢，千万不要读自己喜欢的啊！我喜欢研究哪一部经，我就读这部经。其他我不看，那这样这个还是一个分别，因为我们是为众生看的，所以最好要发愿，佛陀所讲的每句话我都要读过了解实践，所以要按照这样去做。所以我们就念慢，那各位可以去思维一下这句话为什么在家会这样呢？啊，那为什么布施会快乐呢？那佛陀就这样来比喻吧。念一下施品第五。施品第五，复次长者，居家菩萨当布施，持戒，忍辱精进，多为诸善，当作是念言，所施者为是我所，在家者为非我所，施与者为要，在家者为无要，施与者为后世安，在家者为后世苦，施与者为无畏备，在家者为忧守备，施与者无富户，在家者为紧户，施与者为爱欲尽，
在家者为爱与憎，施予者为无所受，在家者为有所受，施予者无复恐惧，在家者为有恐惧，施予者为成佛道，在家者为一摩观属，施予者为无尽，在家者为非常，施予者为守乐，在家者为守苦，施予者为断与成，在家者为增与成，施予者为大富，在家者为大贫，施予者为上士行，在家者为下士行，亦无所念无所受，施予者诸佛所称誉，在家者为强相人所嗟叹，如是长者居家菩萨所施予如此为要行，若见其者当起三念，何等为三？一者以善知识想待，二者令得佛道想，三者令后世大富想，四为三，复有三念，何等为三？一者除悭贪嫉妒想，二者所有念不思想，三者不舍一切智想，是为三，复有三念，何等为三？一者所作安详为如来想，二者降伏魔想，三者不忘报想，是为三，复有三念。一者见贫乞穷匮者为开道化受想，二者行四恩不舍恩想，三者终始无有偏福受生死想，是为三，复有三念。一者离淫止想，二者离嗔悔想，三者无愚痴想，是为三。所以者何？长者居家菩萨见乞丐者，淫怒痴即为薄，云何为薄？此心不施，无所爱惜，淫即为薄。若于乞人无嗔恨意，嗔怒即为薄。若不施愿为一切智，愚痴即为薄。复次长者居家菩萨见乞丐者，六度无极即为具足，云何具足？若不施与人，不念受者有所取，是为不施度无极，心不忧佛道，是为持戒度无极。见乞丐者不嗔怒不害意，是为忍辱度无极，心不念。若施人时，然自激发，强割情语，不为施心，是为精进度无极。若施其者，美无厌足，欢喜不悔，心亦喜悦，是为一心度无极。施于一切法无所着，亦不想报，是为智慧度无极。复次长者居家菩萨当远离是八法，不慕世之财力及妻子舍宅奴婢珍宝珠粒，亦无所住，亦无欢喜，亦无愁忧，一切所有无所贪慕，当行法念，当作是观。父母妻子舍宅奴婢下使从事欲者，令我其苦，乐因缘想，此非我类，不为我用，愿常精进，用事等故，诸恶事今现在世共会快乐之等，后世则为苦党，我当即求其备类，为不施持戒智慧精进无有放逸，怀来佛道具足善本，此为是我之等类也。我所但求是愿耳，宁施生命，不为妻子男女犯众恶也。长者居家菩萨在家修道，见父当有三念，何等为三？一者非常想，二者无所有想，
三者无所受相，是为三。复有三念，何等为三？一者金珠欢乐之有，非后世有；二者常精进奉行，出入守意，是为等有；三者此为安隐等，不为苦悲，是为三。复有三念，何等为三？一者不起想，二者暇会想，三者臭恶想，是为三。复有三，何等为三？一者罗刹想，二者反足却行安鬼神想，三者但有色想，是为三。复有三，何等为三？一者难保足想，二者堕落想，三者无反复无止足想，是为三。复有三，何等为三？一者恶知是想，二者贪着想，三者防范行清净想，是为三。复有三，何等为三？一者堕人于地狱想，二者堕人畜生想，三者令生恶鬼想，是为三。复有三，何等为三？一者恐惧想，二者犹有想，三者受取想，是为三。复有三，何等为三？一者无我想，二者无受想，三者远离乱想，是为三。复此长者，居家菩萨所念当作事想，观其妻妇不当贪爱，余子若有众爱之心，不重于人，当以三世智呵见其意，何等为三？一者佛道为等义，无偏邪义；二者佛道等行，无偏邪行；三者佛道以义法行，无干行。当以是三世智见义。若见愚子，既如仇怨，不为善之事，所以者何？用是过令我离于佛种善之事，亦当以好心念于如来，持诸所有爱之事，用起慈哀于一切人，以自爱生之事，用哀爱一切，当作是念言：一切是我子，我亦为一切作子，于是无有家事亲离往来周旋，所生处反更为怨家，愿令我所行所作，无有善之事，亦无恶之事，所以者何？若有善之事，争议爱欲之想；若有恶之事，一切无复爱欲。我常欲自调其心，令无所着，常行一切法，入一切行，作邪行者堕邪事，为正行者得正事。以是故，愿我莫有邪行，于一切作等心行，我所学愿，愿入一切智。如是常者，居家菩萨不着诸所有，亦无所受，亦无所贪，亦不染爱欲，亦不起，亦不令无所起。居家菩萨若见乞丐者来，所施其者当云何？心当作是念言：我持是物不施，会当得律行，除淫至生死忧。入证我所持物不施，死时为善始，我用诸所不施故，临寿终时欢喜，无悔恨心。心念不能作悔施，见其者当起四念：何等为是？一者意为累劣，其功德少；二者是我之罪，于是大乘心不得自在，心理不施；三者事发意行所见用任我故，当忍辱施与于人；是者愿令我所作具足誓愿，及一切人当晓谕其者。
长者居家菩萨若离世尊教，无有佛起，亦无有说法者，亦不见贤圣生，便当遍念十方一切佛，是诸佛本行菩萨道时，皆行精进，然后得佛，具足一切佛法，念是一切佛已。